OK， 话不多说，开戳。这个 E 绝对不是没反应过来，随便吃。我只能说，他还不知道我的斩杀线到了。戳弱点 A 一下，往后拉。看好了，这个小兵要升六级了，卡墙也没用的，升六级伤害刚刚好。六级啊，六级。OK，A E A 拿下。哎，什么情况？哎 ，E 怎么没有重置平 A 啊？爆！看好下路，这一波随时准备传送。看来不用我了，应该是稳赢了。不是俄洛伊，你这是什害，然后打一套把他杀了就可以了。这比狼人简单吧？狼人至少不需要。
大龙啊，大龙啦，对面大龙啦，赶紧把这个和谐打啊，也是塔下马上四个破绽打死。你呀，这局你来呀，你不说我都不知道这把有个辛德拉。两个破绽死了，再见。这就是剑姬，我的天，以前玩狼人过的什么日子啊，现在开爽了是吧？沃里克别误会，我就是跟剑姬玩两把，马上去打两把狼人素材 ,OK。我还是爱狼人的，不过你别说，这个剑姬优势是真爽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到这里啦，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的话，不要忘记点赞、关注、投币哦，非常感谢，我们下期再见。关注明天绝语，关注明天绝语，谢谢，不要投币了，就要关注了，好不好？不行，再玩剑姬的话，我群里的人都在攻击我，赶紧去打两把狼人。